王浩信呢日为新剧解决师宣传，佢就自爆连邻居都非常支持，不过就连剧名都搞错啊！头先我出门口嘅时候，佢见有个隔篱邻舍嘅朋友见到我啊，喂，王浩信，啊 ，hello， 啊，嚟紧就嚟有剧上喎，我话系啊系啊有剧上，解码器啊，支持你啊！不过唔紧要，即系佢谂起个解字，我觉得已经好开心噶啦，所以即系提下大家啦，就解决师咁啊，就10月14日播，咁希望大家都会支持啦。好快就会开拍踩过界儿，睇嚟王浩信又要开始重新练习盲侠嘅生活啦。其实嚟紧都准备十一月尾12月开工嘅，所以都准备紧角色，咁就踩过界儿，咁系啊，即系再准备翻盲侠呢个角色咯。咁所以而家都开始慢慢要令到对眼唔好咁有力啦，即系又要去翻嗰个虚嘅状态。咁希望即系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。咁所以而家都做紧啲准备功夫。